嗨，Hi,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！又到周五啦，呃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一周的网络热点。呃，首先啊，说国内啊，现在呃又在扫黑除恶运动了啊。呃，上周我们就说了这个事儿啊，习大大提出扫黑除恶啊，咱老百姓怎么看呢？<laughs> 呃，所谓运动啊，就是一件让我们觉得。 比较恶心的事儿，哈！中共历史上多少次运动啊啊！这个运动那个运动啊！尤其这个，我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啊，我就问我爸爸，我说这个为什么要这个严打呢？对吧？那有严打是不是就松打呢？啊，不严打的时候是不是就松打呢？啊，那我扫黑除恶这是一个运动，那我不搞这个运动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就不扫黑不除恶了呢？ 啊，那扫黑除恶到底是法律规定的要要要，这是在执法呢，还是在啊超额的执法呢，还是在呃选择性的执法呢？啊，首先这种运动就很奇怪，在咱们老百姓看来就很奇怪啊。呃，照理说你只要依法办事就行了，你不用通过任何运动的方式去做做什么事儿，对吧？呃。 呃，有有有人说，哎，扫黑除恶挺好的呀，黑社会啊，本来就该打。啊。呃，当然了，呃，当然，呃，任何事都有两面性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积极的一面，对吧？呃，确实是能够打击罪恶啊，但是没有必要作为一个运动来打击啊，完全可以依照依照法律执行法律啊，就可以做好这个事了。为什么要、呃、通过一种运动的方式来呢？ 啊，通过运动的方式来本身就有问题。呃，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深度的思考啊，我们也可以联想到很多很多东西啊，比如说这个黑和恶怎么定义，会不会牵连到一些啊不相干的人，或者是你扣个帽子说他黑他就黑，会不会啊？呃，尤其是在呃这个这个。这个 呃、啊，顶层设计一声令下啊，上方一声令下，啊，下边人就开始啊，各个省都在报数据了啊。你看我们啊，上个月抓了多少啊，扫黑除恶抓了多少啊，呃，收缴了多少钱，对吧？啊，这个省六千多啊，那个省四千多啊，那个省一千多啊，具体数据他记不得啊。呃，就他就闲聊这个事儿嘛，咱也不是不是一个很严谨的新闻啊，就是闲聊。好，呃。 老百姓一算账，不对呀！啊，你这个，你这个，呃，涉案金额这么多钱是吧？啊，涉案人数这么多人是吧？把这个金额数除以人数一算，哎，人均涉案金额多少？不对呀！有的省人均涉案金额五千多，有的省人均涉案金额四千多。呃，这个黑社会混的不咋样嘛，混的挺惨的。 啊，你说在大陆，一个月就是挣四五千的老百姓，啊，也不少吧，也不稀奇吧，四五千也不算啥了啊，物价这么高的情况下，这些黑社会混的不如打工仔啊呵呵，啊，呃，就是说，就是说这个数据，不能较真啊，你不能细算，你这么一细算的话，中间的很多问题就出来了啊，当然了。 呃，也可能是阴谋论了啊，也可能啊，他这个数据统计的不完整啊，不确切啊，啊，这种可能性也存在啊。我们反正，呃，就是都是汇聚一些网络上的一些说法啊。那那好，那呃呃，前两天跟朋友聊天也是聊到嘛，就是其实啊，对于这个政权啊，最有威胁的啊，最有威胁的。啊 呃，其实一般的底层民众啊，一层一般的底层民众中，对他们最有威胁的，可能就是这些地头蛇啊。地头蛇就是在一个具体的地方最有权势啊，或者是最有话语权的啊，同时又不靠着党吃饭的啊，饭碗跟党国关联不大的啊，他们可以有独立生存这个能力的这些人。 啊，可能是对他们威胁最大的。将来如果一旦变局出现的时候，啊，一旦有这个革命的迹象的时候，这些人可能会是一个啊很强大的一一股力量。所以啊，哎，从他们下手啊，扫黑除恶啊，还有以及他们的保护伞啊，保护伞这个就就范围大了，范围更更大了。 你说一个社团啊啊，我们就就说就说是黑社会吧啊，我们先不去阴谋论，我们就说是黑社会吧啊，一个黑社会啊，组织一帮人啊，他要去做什么事儿啊啊，他得有经费啊啊，他这个经费，那一勾结就能勾结到一些商人呀啊,啊，一些一些利益的团体呀啊,啊，一些这个。 呃，我们耳熟能详的某些地方的这个民营企业家啊，就可以呃挂上这个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这个这个名头了啊，冤不冤枉呢？也不冤枉啊，确实也不冤枉啊，在呃在在中国大陆啊，只要是有权有势的啊，只要是有点身家啊的这些人。 你说他们有哪个是真正干净的？啊，谁敢说是真正干净的、经得起查的、经得起彻底调查的？没有，往往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官商勾结呀，啊，一些见不得光的事啊，啊，他们的起家史很多都不干净。所以啊，真想抓你的时候，啊，甚至未必要扣帽子。 啊，把你这些事儿都抖出来，就有足够的理由去抓你了啊！但是他始终认为啊，还是那句话，通过运动来做一件事，往往不是什么好事啊。否则，为什么啊？你你的法律又不是今天才写的，一直都在那儿，对吧？为什么一直都不管？为什么啊？忽然一阵运动就就来抓人啊？所以，咱老百姓怎么看？咱老百姓，嗯，也做不了啥，冷眼旁观就好了。 对吧？咱们不要完全相信啊，官方话语权里的那些说法，有些时候啊，嗯，他们才是最大的黑恶势力。<laughs> 呃，好，嗯，呃，我们且看事情这个进一步往后怎么发展吧。呃呃，反正在，在在今天的中国。 呃，呃，大有顺党者昌，逆党者亡的这个趋势啊！只要你不听话的啊，你总有把柄在他们手上啊，总有把柄可以抓你啊！只要你乖的，对吧？啊，那些贪官们啊，别说人均五千了，那贪官里的家都是论论吨计的啊，都是论车计的啊，他们的这个资产都在海外，对吧？动，我你看，爆料爆了那么多。 又怎么样呢？啊，就是不予理睬，就是不予调查，啊，所以这个说，啊，说这个，啊，这种这种运动啊，啊，反反正，他认为这种运动很可能运动本身就是邪恶的，啊，咱老百姓不用跟着起哄，不用觉得高兴，啊，还有就是，呃，薄熙来那个时候在在重庆啊，他搞的那个。 这个打黑除恶，哎，今天啊、呃，习大大在北京啊、呃，在全国范围内，呃，这个不是打黑除恶，而是扫黑除恶啊。他、呃、语文也不好啊，也分不清这个打黑除恶和扫黑除恶到底有多大区别，好像是新瓶装旧酒，好像大差不差，是吧？那仅仅重庆一地啊、呃，就可以扫出那么多的财富，对吧？ 跟我不是一条心的这些富豪们，这些民营企业家们啊，我说你是企业家，就是给你面子啊。我说你是企业家，那是看得起你。哪天不爽了啊，有什么冲突了啊，有什么这个让我不放心的地方了啊，或者说干脆就是更耍流氓一点，我没钱了，对吧？我看上你的财产了啊，你就成黑恶了啊，打黑除恶啊，我今天扫黑除恶。 所以啊，网上有一个声音啊，这不是涛说的啊，网上有一个声音就说，这个现在是要是要做啊，没有伯西来的伯西来模式，嗯，就是伯西来进坐牢了啊，但是他这个模式还得这么玩下去，啊，很悲哀啊啊，咱老百姓丝毫没有话语权啊，任人宰割。好，呃，下一个事儿，我们聊一聊呃台湾地震。 啊，花莲大地震，呃，确实是牵动每一个华人的心啊，也牵动全世界的心，可以这么说。呃，这个啊，这个什么什么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啊，这些口号之类的，他就不在这喊了啊。哈哈，呃呃，我们看到，呃，地震是六级啊，算是蛮大的灾害了，而且到现在为止余震还不断啊。呃，天灾啊，是吧？那、呃。 呃，好，好多这种大楼，哎呀，就就这样歪倒下去了，啊，歪倒下去，呃，就从这种这个大楼歪倒下去啊，呃，他就看到了两种说法，两种呃非常有意思的说法，台湾方面有一些专家呃站出来了，就说啊、呃，说台湾的楼啊，很多楼啊、呃、建的不科学，存在一个很严重的头重而脚轻的情况，啊、呃，就是就是。 最底层的一楼那里非常的薄弱，往往是一个比较开阔的空间啊，通过几个承重墙啊或者几个大柱子去撑住的，结果呢就头重脚轻啊，就很容易断裂。一旦发生这种类似地震啊啊这种大的灾害的时候，呃、啊，很容易底下非常容易断裂。呃，当然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，而且呃，台湾的很多这些楼啊已经非常的老了。 呃，已经接近于报废期限了，可能有的都五十年，有的都都七十年了，很多年了啊，不像大陆的这个开发开发这么快啊，很多楼还没满三十年呢，又扒了又重建了啊，呃，啊，这这个是一个声音啊，可能就是说是一个，呃，台湾的这些建筑啊，要要要逐渐改善，逐渐这个完善的一个一个空间啊，尽量的减少这种这种灾难带来的破坏啊，尽量保护。 啊，民同胞保护民众。另外，也有一个声音啊，他在推特上也看到很多中国的网友，啊，拿这个和啊汶川地震来做比较。哎，说台湾的建筑质量不错啊，啊，你看这个楼啊，在地震中彻底倒下来了，它没有碎成渣呀，啊，它没有碎成粉呀，啊，它没有彻底粉碎啊。 可是你看看，在汶川地震的时候，那些被压在学校底下的孩子，啊，那些，这那些被被被啊，稍微一震就垮塌成鸡粉的这个房子，啊，所以呃，台湾到呃花莲地震到现在，好像发已经发现的死亡人数啊，十二人，呃，当然这个人数肯定我估计还会持续的增长，还会增长，因为还有很多还没有还没有被发现。 啊，但是相对来说，哎，就是至少、呃，虽然它有不足之处，至少它这个建筑它是良心工程啊，至少它，嗯，这么大的灾害中，它啊没有出现像汶川地震那样的情况。哎，我在网上还看到很更搞更搞笑的啊，在国内的某个这些这个开发商开发的小区的楼房啊，正准备交付使用啊，还没还没交付使用，正准备交付使用的时候。 垮了啊，整个就垮了，而且是碎成渣、碎成粉啊！它不是整块倒下来，它是碎成粉啊！就是说，这个建筑的质量问题啊，大了去了啊！这哪用地震啊，就放那它都会倒。嗯，好吧，呃，哎，大我切下下一张图呢？哎，然后呃，好像说呃，这个全世界啊啊，呃，当然都会。 有有有说法了啊！日本啊，安倍晋三啊，非常有人情味的写了“台湾加油”啊，呃，这个非常正常啊。可是，在网上居然也有很多中国人啊，去去喷啊，说这个日本啊哈哈怎么怎么坏啊，怎么怎么阴谋，怎么怎么？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无聊，真的是很无聊啊！呃，面对灾难，面对灾难啊，这个。 真的是与政治无关的一件事儿，啊，真的是与政治无关的一件事儿。么、嗯、呃，蔡英文总统也在 Twitter 上用简体字中文啊发推，啊，呃，讲这些事儿啊，讲这个有四个啊，这十二个遇难的人中有四个来自大陆的，啊，来自大陆的游客，啊、呃，呃，蔡英文总统还亲自去慰问啊。 这这个呃一些受伤的民众啊呵呵，花絮啊，比较搞笑的事儿，比较好玩的事儿啊，跟这个大陆游客啊，呃，去去去见面的时候，大陆游客说了一句：“谢谢总统。你”咦，他一想：“谢谢总统啊，这话在台湾可以说啊。”电视拍下来露脸了啊，都知道是你了啊。这个回来以后会不会被谈话啊？ 会不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啊？会不会这个涉嫌这个分裂国家啊？应该没那么严重啊。但是呢，嗯，反正，呃，这个“总统”这个词儿啊，在大陆的语境里，在咱们中国大陆的语境里是不能用的啊。台湾哪有总统啊哈哈哈哈？其实啊，我们放下政治，呃，在在灾难面前，我们更关注的是。 是我们的同胞的生命、财产安全。好，呃，就就闲聊聊啊，我们讲下一个事儿，呃，说大陆的这个人脸识别技术啊，哎呀，新科技啊，人脸识别技术，你看这个，哎呀，跟这个 X 战警一样啊呵，跟这个呵，呃，跟这个，呃，一看就像呃这个高科技的东西啊，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墨镜啊，这么一个小小的设备，它就可以瞬间识别出你的。 就是通过拍摄到你的脸，识别到你是谁，哈、啊，呃，跟他的这个警方数据库一比对，你的资料全出来了，啊，我们在网上看到那个视频啊，监控里边，啊，谁是谁谁啊，他的履历什么的全都一清二楚，啊，无所遁形，什么都什么都清清楚楚了。据说啊，用这个技术已经抓了七个逃犯了。 啊，这个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？啊，科技的进步啊，必然，呃，这个装备会升级啊，必然啊呃，呃，这就是进步嘛。这从这层意义上来说，当然是好事啊。那，呃，警方更有掌控力了啊，更能去去抓逃犯了啊，更能去去掌控这个社会的治安了啊。但是。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我们再来想想看，我们的老百姓被看得死死的啦，<laughs> 真的是被看得死死了。呃，说中国是这个世界上摄像头最多的国家，应该不过分吧？<laughs>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数据啊，不知道属不属实啊？呃，说现在已经有九亿摄像头。 在使用中，计划在未来的一年中还将再投入四亿。哎呦，那是不是要人均一个摄像头啊？啊，是不是要有一个摄像头，始终有一个摄像头？哎，就就就算起来啊，就是始终有个摄像头在盯着你啊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摄像摄像头的监控之下呀。嗯，再加上这个人脸识别，这就厉害啦。也就是说，你的一切行为。 都在官方的掌控之下。关键是，在这个国家，人民警察、人民警察、人民警察听人民的吗？人民警察听党的。嗯，谁是人民？啊，谁是逃犯？谁是境外敌对势力？谁是不明真相的群众？啊，谁是？啊？ 什么什么由谁说了算？由党说了算啊！你看，掏一个一个画漫画的啊，都能被喝茶那么多次啊！我在网上听一个听听个，就是呃，听很多这个呃，算是异义人士吧啊，异义人士啊，可能也嗯没有犯法啊，甚至是异义人士的家属。 啊，只是被牵连，他没有任何犯法，他甚至没有什么言论，但是他们的生活常年是被监控的。警方是特意在他家的窗户外面按一个摄像头对着他的家的，他的一举一动都是被监控的。也就是说，哈，也就是说，你要是说你钱包丢了，摄像头帮不了你；你要是说有什么真的有犯罪了啊。 呃，这个，这个啊，这个，比如说这个访民被大车大卡车碾死啊、呃，我们知道前几年的这个热点的一些事儿啊啊，再比如说这个呃，监狱里面躲猫猫死啊，呃，这个，呃，这个动不动维权啊，结果被被被被黑打啊，等等等等，我们发现凡事。 你想获得一个真相，一个对官方、对公权力不利的真相的时候，这个摄像头会自动的坏掉，啊，这个摄像头是有党性的。可是，如果你想去上访，啊，你想去组织民众维权，啊，或者你想去闹事去做什么具体的啊事情，可能你走不出两条街。 警车就把你拦住了，因为人脸识别技术瞬间就可以知道你在哪儿，瞬间就知道来的人都是谁，什么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下。在涛看来，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，是吧 <laughs>？呃，本来就没有自由的社会，将更加的。 没有自由呵呵，啊，本来，呃，我们说这个逃犯也好啊，不是逃犯啊、就是，就是就是异议人士吧，啊，就是官方的眼中钉吧，啊，让他们觉得很很啊，就跟他们对抗吧，虽然不违法，但是让他们很难受的这些人，哈、啊，现在想做一些事更加难了，啊，你不敢坐火车，你不敢坐高铁，你甚至不敢坐大巴。 因为都要刷身份证去买票，你这边一刷身份证，到下一个站，就有警察来把你抓回去了，把你送回去了。嗯，就是说科技无罪啊，这个科技是一个利器啊，但是呢，这个科技如果用来对付坏人啊，对付那些违法的人，那这个科技就是好的。 但是如果科技掌握在一个权力不受限制、哈、啊、公权力不听人民的话，只听党的话的，啊，这个情况这些人的手中，嗯，这个科技，啊，是可以起到很坏、很坏的作用的。好，啊，且观望吧。啊，哈哈，好，下一个消息啊，说这个呃，孙林。 哎，这是这是涛在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一号为孙林先生画的漫画像，呃呃，他，哎，漫画也是一首啊，也是也是呃很擅长啊，呃，网名叫杰木啊，这个呃就是节觉的那个节啊，苍蝇的那个呃呃那个蚊子的幼虫吧，叫节觉那个杰杰木先生，其实跟涛一直都呃没有见过面啊，但是一直都有交流。 呃，算是好朋友，呃，算是多年的好朋友，啊，他也是一个，算是意义人士了，啊，呃，独立评论人士，呃，经常写文章，呃，算是公呃公民记者，公民记者，呃，九号受审，啊，九号受审。 搞笑的是，抓他的时候，理由是寻衅滋事；现在审他的时候，罪名给他扣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，啊，当然了，其实我们都明白，哈、啊，这就是一个大帽子和一个小帽子的区别，啊，在这个国家，只要是异议，只要是不同政见，只要是表达独立观点。 啊，只要是通过一些言论，或者通过一些理论，或者通过一些新闻去抽他们的脸，哈、啊，包括掏出漫画，掏画讽刺他们的漫画，去去抽他们的脸啊，去让让他们难堪，哈、啊，说你是寻衅滋事，你就是寻衅滋事，哈、啊，说你是煽动颠覆，你就是煽动颠覆啊，这个咱们咱们其实他们明白，咱们也明白，啊，但是如果真按照法理来讲的话，这个事儿其实很搞笑。 你抓人的时候是一个罪名，啊，判的时候又是另一个罪名。那么，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先抓了人，再想罪名呢？那、啊、我们知道，依照法律肯定是，对吧？你犯了罪，我才抓你，而不是我先抓了你，我再来思考，哎，给你个什么罪呢？嫖娼呢，还是盗窃呢，还是什么呢？还是呵呵流氓不要脸？ <laughs> 啊，这不是涛的评价啊！网上很多这样的评论。嗯，呃，孙林先生在呃这个庭审之前啊，庭审之前的一个这个这个庭前会议吧，啊，他当庭呃他就表示不认罪啊，没有罪，并且他还揭露了一个很恶心的事儿啊，非常引人遐想的事儿。 这个看守啊，狱卒啊，给他吃药，来历不明的白色药片，他拒绝，拒绝啊、呃，他不肯吃药，然后他就发现，这个药片出现在他的米饭中了，啊、呃，这个确实是引人遐想，官方也有说法。 啊，官方的说法是，这降血压的药啊，我们为他好啊，对吧？啊，降血压的药，我降血压的药，我们劝他吃，他不肯吃，对吧？我们就把它调在这个饭里。哎呦，这个这个狱卒好关怀老百姓啊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啊，啊，我们且不说，呃，即便他是一个犯人，好。 啊，虽然还没审呢，对吧？啊，即便他是一个这个这个被拘留啊，或者是就是判了刑啊，他是一个犯人，也不能用欺骗的方式给他吃药。何况，吃的是什么药，是说不清的，真的是说不清的。啊，引起了各种联想，各种遐想。这白色的药丸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在联想这个肝癌死的刘晓波，啊，我们在联想。 啊，杨天水，我们在联联想，那一个一个没能活着到出狱，就癌症死、病死啊，各种死法。有些是刚刚一出狱就死了，就病死了。我们在联想这些人，我们不得不怀疑这这白色的小药丸是什么呀？是不是？尤其是，一切都在你们掌控之中的时候。 一切都由你们说了算的时候，呃，再讲另外一个人史廷福先生啊，史廷福也是一个长期的异议者，呃、啊、呃，他在南京的这个江东门啊抗日纪念馆门口大讲六四，啊，宣讲六四，讲六四的真相，讲六四的事件。 被抓了，受审呐，啊，也是山东颠覆啊，啊，啊，要不就是寻衅滋事吧，啊，细节涛记不清了，啊，嗯，我们都知道六四这个话题在中国大陆是不能提的，不但不能公开的讲，讽刺也不行，影射也不行，啊，掏画一张漫画。 引起人们的一些联想，关于六四的联想也不行，而且会有极其严重的代价。他亲身经历过，对吧？啊，喝茶都小事了，因言获罪啊，因言获罪啊。我们知道，因这这我我因为这个讲六四这个事儿被，被被他们。 喝茶的时候，我就反问那些警察：“你能不能把法律文件给我看一下？你们哪条法律文件规定不能讲六四？能不能给我看一下？”“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任何法律文件规定。”他也没法规定。我我我我调侃的时候，我说：“你你们能不能列个清单，对吧？不能讨论的话题一览表啊？你列个清单，把这个表格跟呃这个给我们看一下，对吧？或者你如果有新的往里加。” 啊，这个是不是茉莉花不能讨论啊？是不是这个雨黄雨伞不能讨论啊？是不是这个六四不能讨论啊？那八九六四能不能讨论呢？那一九八九六四能不能讨论呢？那我在电梯上按下八九六四这四个按钮，我拍个照片放到网上行不行呢？他们不能讨论的事情太多太多了，却没有办法明确的告诉你这些事不能讨论。 因为这些都是历史的伤疤，这些都是他们的谎言所掩盖的，一个一个的脓疮。当我们揭开这些疮的这些伤疤的时候，当我们揭开这些疮的时候，就能要他们的命，好吧？他曾经也勇敢过啊，也做过这个事儿。 而且这个事儿，今天在中国大陆也一直有人在做。我们非常有必要把真相传播给更多的人，传播给新一代成长起来的孩子，啊，新一代成长起来的孩子，很多人都根本不知道这些事儿了，啊，我也算，我就是新一代成长起来的人，起来的孩子，啊，当年六四的时候，我也是孩子，啊，但是我认，我我我。 我坚坚决认为这个事儿，啊，是抹不平的，是不能让他们抹平的。这个事儿一定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传播给更多的年轻人，这是历史，啊，不能任由他们打扮。还有，还有就是，呃，涛在这儿呼吁啊，真的是要对国内的这些。 意义人士啊，对国内的这些意义者好一点，他们真的不容易。他们不像墙外的这些这些意义人士啊，在墙外你说什么都没关系啊，你在电视上也能说，你在网上也能说，你怎么说都没关系啊，随便怎么谈论都没关系啊，没人管你啊，甚至呃，有时候还会有利益，对吧？有些人还是为了利益，你喊得越喊得越响啊，越是。 得到尊重或者是受到同情嘛，啊，越是有人支持你嘛。但是在国内，他们做这些事不但没有丝毫的利益，而且面临着巨大的风险，甚至可能莫名其妙被消失的风险。啊，我们再再再换个角度说说看，他们，啊，我我我我不提名字了，我在国内有很多异议的这些朋友，他们有很多人。 真的是，他们本来是才高八斗，本来是有一身的本事，啊、呃，接受过最好的教育，啊、呃，算是算是，啊、呃，这个知识分子，或者是有些是商人啊、呃，有些是，呃，如果放弃政治理念啊、呃，如果放弃追求，他们可以生活的很滋润，可以过得很好。可是，他们就因为自己的追求。 就因为追求民主自由的这个信念，他们几乎放弃了自己的一切。很多很多这样的人，啊，他曾经也因为这个差点丢了工作，啊，曾经大学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没课上啊，对吧？我深深的有这种体会。有些比我更严重情况的人，他们，你说他能去做普通的工作吗？ 哪家企业会要他呢？哪家企业敢要他呢？只要他不放弃自己的信念，啊、呃，国宝只要去找到他的他所雇受雇的那个企业，啊、呃，或者是甚至就是一个电话就可以让你没有就可以断你的饭碗，让你无法生存。所以啊，我们真的是要对这些人好一点啊、呃。他以前经常给良心犯的家属捐款，啊、呃，有时候通过卖画卖自己的肖像漫画。 啊，把这个呃赚来的钱捐给呃梁新凡的家属，这个事儿有必要去做啊？咱们都有必要去做，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对吧？你你不敢说的话，他敢说啊；你不敢做的事，他敢做，那我们就得在行动上支持他们一下。有时候啊，呃，一些他们的一些文章底下跟了一个什么打赏，对吧？ 给几块钱，你也不会变穷，啊！但是，他们就有坚持下去的力量，所以涛始终认为对这些人啊，好一点，宽容一点啊，非常有必要。好呃，呃，非常不想提及这些人权上啊受审啊、受受迫害啊、受打压、啊、这些这些事情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我们几乎每周的节目都会讲到这些事情，因为。 我们大家都在亲眼目睹一个不断倒退的时代。好，下一个消息啊，说这个呃，梵蒂冈啊，跟北京啊眉来眼去啊啊，可能啊，可能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啊、呃，梵蒂冈跟中国建交啊呵呵，呃。 某种意义上来说啊，网上有一种声音说，这个教皇啊、啊教主啊、主教啊，呃，是出卖了，是出卖了国内那些一直因为信仰而受到打压、受到迫害的这些啊这些宗教人士、这些有信仰者啊，是被他出卖了。 哈，<laughs> 呃，他觉得这个说法啊，有一定的道理。嗯，虽然呃，这个这个梵蒂冈方面啊，方济各主教，他呃，一旦跟中国有了良好的合作以后啊，他可以一下子多了很多很多的支持者啊，多了很多很多的信徒啊，呃，那中国人口很庞大啊，有信仰的人虽然呃。 呃，虽然在总体比例上不多，但是但是人数上还是相当的多，啊，一下子多了几千万啊，上亿的这个这个教众信徒，但是这真的是一种出卖，一种阉割，啊，与魔鬼做交易总不会有好结果。网上有有有这么一说啊，他，嗯，好吧，好，接下来。 呃，讲一讲一个非常不想说，但是又不能不说的话题啊，网络热点吗？啊，网络最热点的是什么？网、啊、最热点的是抓特务呀。<laughs> 呃，说郭文贵先生爆料革命以来啊，呃，一年一年多了啊，一年多以来，这一年多以来，确实掀起了轩然大波。 啊，首先，他要表个态啊，我是坚定的支持郭先生爆料。呃，我一看到郭先生爆料、爆料王岐山啊，爆料海航啊，爆料这些事情啊，孟建柱啊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心情有多激动吗？我觉得我看到希望了，我觉得我看到看到了一个破局的希望。 一下子，而且我相信很多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，一下子人们都看到了希望，就是一个振臂一呼者嘛，对吧？呃，一下子很多民意被凝聚起来了，很多本来不怎么关心政治啊，只想过好自己小日子的人，也开始关注这些事儿了，啊，郭文贵这三个字啊。 在大陆是敏感词，啊、呃，是绝对不能被讨论的话题。在海外，呃，我们的朋友中，啊、呃，几乎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啊、呃，大家，呃，无论你什么观点、什么态度啊，只要你聊到政治、聊到中国政治，几乎是绕不开这个话题的。嗯，反正他在任何场合，他都是坚持这个观点，要支持啊，要挺啊，但是。 看到现在的局面，他有点担心啊，真的是有点担心啊。一片抓特务的声音啊，大家就是就是每一个人在推特上的每一个人，都在努力的证明两件事：证明自己不是特务，证明别人是特务。这还怎么玩啊？这还怎么玩？ 所以他提了一个假设啊，假设呃，他不敢不敢指手画脚啊，我不敢对郭先生的爆料指手画脚。我认为郭先生是一个相当伟大的一个英雄啊，他能做到今天相当的不容易，非常值得我们尊敬啊。他有自己的选择，有自己的策略，我们也不知道他接下来会怎么做啊，我们也不知道呃这个事情往后会如何发展啊，呃，但是但是他提一个假设啊。 如果郭先生在整个爆料革命的这个过程中，专心只爆料，不树敌，或者说不打击那些反对他的人，不去不去争辩，不去撕咬啊，不去把谁化为匪类伪类啊，不去指出谁是特务，如果。 这么做的话，今天的结果会更好还是更坏呢？我在推特里发发了这样一个话题，我听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，每种声音都很有代表性啊。有些人是支持这个观点的，有些人是认为认为战线拉的太广了啊，呃，局面摊子铺的太大了啊，尤其是分散了分散了这个注意力啊，结果导致啊结果导致。 现在是一团混战啊！比起刚开始，啊网网络民意一条心的支持，现在已经变成了混战。啊，有人甚至悲观地认为，爆料革命快到尾声了，在苦撑了。啊，这不是涛的观点啊，不是涛的观点啊。网上有有这种声音啊，涛只是汇聚网络热点来讲给大家听而已。那，呃，呃，也有一种声音认为，啊。 这些假征币的啊，骗财骗色的啊，这些伪类啊，还有这些特务啊，他们比盗国贼更可恨啊，就得把他们一个一个揪出来啊，就得把他们一个一个这个消灭掉啊。所以啊，你别在这说风凉话，嗯，有一定的道理的，都有道理，对吧？啊，当然啊，还有人。 直接给我扣个帽子，哈、啊，你就是特务，你就是沉默的力量，哈、啊。好啊，你说是就是了，啊，我我我也不去争辩，没什么好争辩的，问心无愧啊，呃，呃，这、就、这是汇聚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啊，涛始终认为，啊，涛始终认为，想要把事情做大呢。 需要一些包容啊，需要包容那些与你观点不完全一致啊，甚至与你关键观点相对、相对立、相反、不同意你意见啊，甚至是造谣抹黑你的人，甚至是特务。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可能。 我们去无视他或者包容他，会比睚眦必报的跟他们撕咬更有意义。啊、呃，这是涛涛的观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很多时候你看抓特务抓特务，抓到现在特务少了吗？你抓出一个特务了吗？有一个人因为你抓特务而退出 Twitter，再也不说话了啊，或者是回国了啊，不不在外边做了啊，我特务干不下去了，下岗了啊，不做特务了以后，有吗？ 所以他认为，互联网抓特务是相当不靠谱的一件事儿啊，相当不靠谱啊。他认为不会有好的结果，或者说不会有结果。啊，说到特务啊，他也遇到过，我也遇到过，有什么稀奇的啊？我在国内的时候，啊，明面上啊，直接亮出证件来的。 啊，就是就是国宝的人啊，有跟我接触的，那那既然开诚布公亮出了身份，对吧？我也知道他是谁我,我啊，还有悄悄接近你的，以各种名义接近你啊，或者是伪装成你朋友啊来来来探听一下你的想法，探听一下你有没有接受境外的一些一些。 支持啊，或者说你背后有没有什么组织啊，或者是想办法统战你这样的人，我也遇到过啊，就是你们所说的特务了啊。当然，这、就是我认为他有特务的嫌疑而已，我并不敢给他扣扣个特务的帽子，而且我几乎从来不说这个事儿。 几乎从来不公开去说谁谁谁是特务，啊，或者是公开他的资料啊，或者是公开他的电话号码，他是谁呀、啊，或者他干了什么事儿什么的，他从来不说。为什么呢？我软弱吗？我怕他们吗？我真不是，因为我认为说了没有任何用。你说他是特务，他会被绳之以法吗？当然不会，他就是，啊，就是执法者派来的。你说他是特务。 他就会被你除掉吗？哈啊,啊，你你打到今天的谁谁谁，那谁谁谁，那谁谁谁，我他不点名字啊，不想得罪任何人啊。那些谁谁谁们，他们依然活蹦乱跳啊啊！而且他们反过来也说你是特务啊啊！有谁因为被你打而而下岗了吗？啊，而做不了特务了吗？啊，而没饭吃了吗？而混不下去了吗？没有啊。 啊，所以他认为抓特务这个事儿相当的不靠谱，而且会造成巨大的撕裂和恐慌。啊，到人人自危的时候啊，到大家都在这儿抓特务的时候啊，全民抓特务的时候，老领导啊在背后笑了，哈哈哈,哈！哪儿需要我去剿灭你们啊？对吧？你们自己都斗得一团乱了。 你们还有能力跟我斗吗？啊，你们自己斗吧，嗯。所以啊，有特务，我们都知道有特务，而且特务很多，我们也知道。但是，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，千万啊，涛建议大家啊，千万别乱猜特务是谁，一点意义都没有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尤其是对于普通的网友。 啊，或者是不关心这个事儿啊，不关心命运，也不关心这个政治的这些人来说，啊，他会关注一些社会的不公，他会关注你们所正在从事的一些正义的事业，但是当他发现你们啊，你说他是特务，他说你是特务啊，其实你们俩可能都不是特务，只是观点不同，这个时候。 你的影响力就没有了，他就不关注这些事儿了，他就会认为这是狗咬狗了，是不是？呃，涛认为啊，我始始终认为我是郭先生啊，郭文贵先生坚定的支持者，啊，我一直到今天啊，包括未来，我都将坚定的支持郭先生爆料，而且我认为。 我比那些四处树敌的啊，所谓郭粉啊，我比那些啊一边喊着坚定支持郭文贵，一边四处树敌的那些人啊，把所有意见略不同甚至不表态的人都打成伪类特务啊，或者沉默的力量。我觉得我比这些人要更有价值，因为你真正的支持者不是什么都顺着你。 啊，不是什么都比你做的更狠啊，都比你做的更过分，啊，不是处处帮你树敌。那些处处帮你树敌的人，要么是猪队友，要么就是别有用心，对吧？啊，他是这么认为的。那么，作为作为普通网友啊，你说咱也不是名人，对吧？咱也不是，咱也没料可报啊，咱也不是这个风口浪尖的，咱能做什么呢？ 我是觉得啊，凡是遇到这种、这种内讧的啊，这种什么抓特务啊，这种、这种这个打伪类啊，呃，指责谁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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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嗯呃，这种、这种内讧的，咱们啊，当做娱乐可以啊，但是咱不要去转，不要去参与，更不要去推波助澜，因为。 真的不会有好结果，啊，真的不会有好结果。呃，我自己在 Twitter 上，我从来不拉黑谁啊，我也，那我,我当然也有自己的观点了啊，但是我从来不拉黑谁啊，甚至骂我娘的我也不拉黑啊，这个呃，说我是特务的多了，我也不拉黑，无所谓啊，因为我没有办法证明自己不是特务啊，啊，换句话说，哎。 一个好玩的现象啊，因因为我在这儿跟很多朋友聊天，我了解到，特务本身也是一个一个不那么绝对的一个一个一个概念啊，因为有很多时候，他未必是官方啊，经过训练再把你派出来啊，像这个零零七啊，或者是像这个这个特工啊，像这个电影里的那种啊，那种间谍啊或者特务啊那种，没那么那么多，嗯。 呃，我们我们所说的很有很多被官方利用的情况，有很多。当你在海外穷困潦倒的时候，哎，他提出来我可以给你钱啊，我可以这个资助你一笔钱啊，或者是在某个项目上跟你合作啊，是吧？哎，要求你提供某些不核心的、不损害、不违背你自己价值观的一些情报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？ 我相信有很多人是会是会合作的，这没有什么大问题。但是某种程度上，你是被利用了，那算不算特务呢？他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啊，都是可以情有可原的。更有甚者，有很多人是被绑架的。比如说，你虽然身在海外，你的家人。 你的朋友、你的人脉、你的亲戚，他们还在国内，甚至你还有一些财产，那些都在国内。当这些东西受到控制、受到威胁、被绑架的时候，有些时候你是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屈服的，在某些事件上你不敢表态或不敢激烈的表态。好了，问题来了，这算不算特务呢？所以啊，他有时候作为局外人在。 围观啊！你看网上现在打的一团糟啊！这个说那个是特务，那个说这个是特务，我也不点名了啊。很多时候，他认为很可能他们都不是特务，真正的特务正在正在指挥你们抓特务。所以啊，我看到网上有一句很很有道理、很有哲理的一句话啊：抓特务比特务本身更可怕。所以啊。 总结一下啊，今天讲的最后这个话题，他认为互联网抓特务相当不靠谱。呵呵呵啊，你要真有什么真凭实据，认为这个人是间谍啊，你向 FBI 举报啊，你向你所在国家的这个这个政府部门的这个啊或者警方举报啊，你把证据提交出来啊，他们自然会去调查。只要是威胁到这个国家的利益啊，自然会去调查。啊，呃。 很多时候是吵架，吵翻了脸，大家吵红脸了的情况下，啊，简单粗暴的一个对待对方的方式就是扣个帽子，特务。这不就跟这不就跟这个文革呃文革时候的现行反革命一个道理吗？啊，我说你是现行反革命，啊，其实这个特务的定义是什么呢？这个特务的定义是你的观点和我不一致，这是一件很很荒谬、很可笑的事啊。所以我认为啊。 这个凡是在，呃，就是这些在 Twitter 上啊，或者在公众的这些网络上，在 YouTube 上，呃，动不动指责别人为特务的人，要么是别有用心的，要么是没脑子的，啊，要么是素质低下的，嗯，好，呃，我知道今天讲这些话可能会得罪人啊，可能会有人听了不高兴，但是呢。 他是真诚的啊，这是我的所思所想。我真心的希望郭文贵先生的爆料革命在未来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。我也希望更多人努力的站出来啊，贡献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，做实事，而不是把精力花在内斗上，是吧？呃、啊，让这样会让咱们新出来的人看了以后好，好好心痛啊！大好的资源被浪费了。 呃，好，呃呃，喜欢呃看喜欢各种娱乐啊、娱乐漫画啊、肖像漫画啊、讽刺漫画的朋友，呃，可以在呃 Twitter 上或者 YouTube 上搜索我的网名“成涛漫画”啊，呃，各种精彩不断呃，我平时也接单，也给大家画肖像漫画啊、呃，象征性的呃收个成本，要收收一点费用啊，画、呃、定制漫画像也会非常好玩。 好，谢谢大家，今天就聊这些。嗯，我们再见。